大家好，我是 Stanford。今天题题专案叫做链上卡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用 QR code 很简单的方式，将参与基于一大串的过程，直接做上链的动作。为什么要上链？主要的目的呢，是要希望大家可以把在参与的过程中，放到链上公开透明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个人的资产，然后以后再把它丢到所谓的Autonomous Market 或者是自动化的市场里面去做交易等等的。那有一个 example 叫做Bunny Curve，那它主要的目的是整个市场呢完全是用数学公式的方式来做规划。所以这边可以看到，大概是当你买币的时候，这个币会随着这个数学的公式往上或往下。那就在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，我们要寻找更多其他类似像这样子的自动化的市场，让减少有 defect 的情况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找我。不管是你对于 Web3 或者是DAO 啊 NFT 等等，如果有不同想要了解的话，或者是想要更多认识的话，都可以找我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